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孝辉的只弹吉他，每周一首吉他的讲解频道。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首什么歌呢？先来看一下几段视频。耳熟能详的歌曲了，陈老师，你经常唱这首歌，特别喜欢这首歌。一说起每次乡村弹唱歌曲，一定就是弹这首《Country Road》《Take Me Home》。你每次唱它的时候就特别有情绪，因为可以使用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和弦来玩这首歌，所以就能够产生不同的感觉。我们先听你来现场演绎一下，一些片段也可以。比较接近于原版的那种乡村的感受的话，它应该就是这种感觉。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咚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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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那你每一次弹的时候也都是你进行了什么改造了没有？那可以进行好多种的改造，比如说变成这种乡村布鲁斯的感觉。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ve Soldier, 来像这样子的一首。原曲里面啊，很欢快的，表达一种在开车回家的那种。比较欢快啊，原曲的那种感觉是比较阳光的那种感觉哈。嗯。刚才这样子呢。Blues 嘛，蓝调嘛，就是有点小阴忧郁。美式乡村跟 Blues 的这个连接是很经常有的，他们好多作品都有这样子的连接方式的。嗯、风格就是叫做乡村 Blues。这两种最适合他，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哈，我个人适合弹这两种。别的乐手他使用爵士风格来做这首歌，有的还会这样子做。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还有哪一些情绪可以表达这首歌呢？应该说使用不同的节奏，它出来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好啊，比如说这个节奏变成这种的，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这个就是分解和弦完全不一样了。那你的感受呢？你觉得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变成很小家碧玉的那种的，因为好像不太像是要回，不像在这路上开车回家。女生来唱，哦、女生来唱，那倒是很适合啊，温婉的那种女青年、女司机了。说如果是突出低音。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在演唱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此时此刻是哪一种情绪，那么于是你就哪样子去弹，然后来带动自己此时此刻的这种情绪。对，像刚才这几种情绪说，其实它只是节奏型上的不对啊、不同。还有哪一些节奏型？多了。
Almost heaven, bu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第二种吧。Live Soldier 第三种。陈老师的扫弦，这个是铁手哈、啊，铁手扫弦哈、啊。Under the mountain, growing like a blue country road, 打吧。Timmy Home 必须要加上这个鼓。To the play.感觉是一个乐队在路上，在这个西部的乡村公路上，以及整个乐队在加入这个扫弦，其实它必须得加入这个低音的过渡和和弦外音的进行，才能够有这种的比较丰富的感受。棒嘛！这首歌加上了这个低音，再加上了打板，再加上分解和弦主旋律，对，一个人就完成了。这就是我干的事情嘛。一个人一把吉他。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两把吉他呢？两把吉他那就是分工不太一样，嗯，啊，各有各的分工。比如说，一个弹分解和弦，那另外一个弹主音，这是最。常规的配套 ，OK 啊，要不咱们试试看？来来，可以好。看我的实力，好，够不够？实力啊，实力来！我要走出我的舒适区，5323、1323的舒适区啊，看看啊，G 调。对，你就按你原来的那个节奏来一下啊。好。先让我向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实力啊！这5323、1323，我今天要背叛你了。这个节奏可以吗？可以可以，这基本上原曲就这样的，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对。好，我开始了啊！来看看我的一把吉他，我是弹分解和弦，陈老师来加入他的第二把吉他。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He dropped in my eyes,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对，就是这样子。两把吉他跟你刚才一个人的比，你觉得哪一个效果好啊？啊，各有各的效果。怎么讲呢？两把吉他的时候，因为你目前这样子，你弹的相对简单，相对简单的时候呢，我弹的东西相对多一点。但是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去弹 solo 了啊，那这样子呢 ，solo 的那个空间呢会更大，我不需要再去顾忌什么很多低音啊，什么别的一些东西了，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在弹 solo 上面，嗯、是不是？那肯定的，大家这样子是不是更简单？比一个人去学弹这么一首歌，又指弹又弹唱的这个简单一些？那相对来说，肯定要简单的多了。嗯，要简单的、对对对，分开来嘛，分开来了之后，大家就分工不同了，就相对简单多一些。嗯，这首歌原曲唱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嗯，那我听你几次这个弹唱的时候，都加入了间奏啊这些东西，你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间奏的部分吗？这部分它其实就是把旋律弹一弹嘛，弹弹旋律自己过过瘾嘛。Country road 这种感觉 Take me home To the play 用这个状态进行的话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间奏按照这种状态
唱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变成这种的动态了，就所谓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你间奏你起码得跟前面弹唱的时候这个风格是一致的。那肯定，那必须。你比如用美式乡村的弹，美式乡村那你间奏也得是美式乡村那种感觉、啊、肯定这必须的。你比如这种呢，大概是这种状态了、嗯、好啊好啊。大家如果以后想听陈老师来讲解其他的歌，也可以在留言区说一下你喜欢听什么歌，喜欢看什么歌。也正好是我会的。你会那么多怕啥？哎，那也有我不会的。好，下次见。